我们现在要去找 Visby， 是一个日本很有文化的品牌，我只能这样说他。就他每次都会帮他的布料讲故事，然后据说他的店里面只会摆十件衣服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找问题，现在要去号称全世界最时髦的选品店。全世界最时髦的选品店，就是被他们选中，就表示你这牌子一定是最屌的。那时候本来想买这双袜子，不想买啊。然后赶过来发现它是 Made in Taiwan。嗨，这是我们的东京行程第四天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，这是哪里啊？目黑，中目黑，中目黑，阿福里的拉面，等下去吃拉面咯。今天真的超热，热到爆，现在有30度，应该有，难得在日本有这个天，可是我觉得蛮舒服的。今年是日本最热的一次，我觉得不热，对我还是觉得蛮舒服的天气。好，也是，要穿太多，对啊，那边刷嘛，哎，但我手好酸哦。好，那我们要去吃东西咯。我们现在到阿富里，我们现在进去这家吃拉面咯。对，这家也是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的。那我们每次过想来试试看。对，走咯。他的菜单，我们现在在目黑这边要去逛一下，现在走过他们的桥，他们的那个场景都很美耶。日本真是随随便便都有古着店耶。现在要去走一间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Jumping Jap Flash。好难念哦，这里的英文都好难念。哦，这里帽子很可爱耶。我好像把一个，好像把一个碗还是什么戴在渔夫帽啊。Dickies 的裤子哎，看一下。好窄版哦，这 Dickies 的。我现在试了一件很 oversize 的阿米的训练外套。它拉起来。它拉起来吗？它拉起来。我拉起来我就不能摄影啦。然后把它下面去弄掉，把它折叠。哦。其实你今天太大，下面太不够舒。对啊，我今天穿得太花了。霍星刚刚在那家店买了一件背心，他逛了第一家，今天都入手嘞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快啊你！可是那件背心我觉得蛮好看，破的蛮有味道的。现在要前进下一间店，他到了，就是我们一个朋友推荐我们要来逛的，也是古着店。他门口很多瓷器的东西，玻璃瓷器、玻璃网盘，这盘子很可爱耶。嗯，好
手喝。哦，它其实除了服装之外，也很多的家饰用品。来看一下。很多华丽的饰品。是什么？这墨西哥的帽子啊、哦，它就是那个，它是包装型。这包干嘛的？颜色。我们现在突然巧遇一家看起来质感蛮好的店。这是什么店呢？这间店叫 Markaway。之前零三也有经过这牌子。哦，真的吗？这是日本当地的品牌、欸，这件蛮好看的，这件很贵，要一块一，要一万，台币一万，一万多。它布料质感很好的、欸，其实你那是到处都看得出。比较素雅的风格的店，哎，我觉得他们素装置很美。现在看到一个 logo 很可爱，叫 Telu Telu， 好，去看一下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床床。怕什么？嗯，哇，是一个好可爱的娃娃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好多可爱的娃娃，也是个艺术创作的地方。娃娃很可爱，很像咪噜咪噜的那种。闯入了一个艺术创作的地方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。他好像是服装店的人，看一下啊。好像现在在做折扣。然后他在一楼的地方。有一个 H 的一家店，它的门牌也是蛮可爱的。花也好可爱哦，白色小花。哼，日本小店真的太多太多了，刚刚每一家进去都在冒险感觉。
这样生意蛮好的哎、欸。可是你要先喝个东西。看你啊。怎么累哦？好难得哦。因为我想尿尿。哦天哪，今天这么快。所以你在等说什么时候可以做事？要吗？因为我就是想尿尿。又找到一间小店，看一下看一下。这真的带给我一种就是入室或是老。Refrain 的感觉，对的感觉啊。嗯。哎、欸，这家感觉不错哎、欸，很 chill， 旁边还有咖啡厅可以喝咖啡哦、喔。你是想逛这家服装吗？对啊，干嘛这里喝？好，可以在这边喝咖啡哎、欸。录吗？录啊！哎、欸，这个边拍照好像也很好看。好啊，等等。好。这要弯 LD。是什么？这要弯 LDX。DK。好 ，LDX 看着都会。Apartment。要先喝咖啡吗？还是先逛？我想尿尿。好，先喝个咖啡喽。OK。这咖啡厅质感蛮好的，他觉得很累，他好像在坐着。然后我们去逛一下隔壁的服装店。这家也是走比较简约的路线哦。哦，这好可爱哦。他摸啥？它是瓷陶盘。我们在那个象山站捡的，有点像，原来是日本的。今年很多这种挖洞毛衣耶，可它的挖洞蛮不对称的，蛮好看的。所以它的洞很像就是故意的。对啊，蛮好看的。这件要。104,500元的日币哦，对，大概要多少钱？20,000多哦，10万，那要多少钱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吗？嗯，好哎，他们好像挺爱穿针织的东西的。是小手套，这边有一些皮鞋，这好像是他们自己选名店自己出的鞋子，哎，是那个 Reebok 联名的，对，但它是那个叶柔 DK 异性恋家庭，它应该要。政治正确有男男女女男女，日本有这么的开放吗？所以不买单，不买单。这边有一家地下室的小店叫 OLGOU。
条好 chill， 好喜欢他们旁边就是川流小桥，然后住家。然后日本真的好安静，就是没有摩托车这种东西，就可以希望台湾也可以把摩托车给淘汰掉。只留下电动脚踏车和脚踏车就好。嗯，可能100年后都还没办法吧。因为我个人真的不太喜欢摩托车这个东西，因为好吵。对啊，好舒服哦这一区。我们现在要去找 Visvi， 是一个日本很有文化的品牌，我只能这样说他。就他每次都会帮他的布料讲故事，然后据说他的店里面只会摆10件衣服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不该是卡雷多，是吗？听说是，就是摆衣服极少，极少化就对了啦。因为他的衣服布料就是很有故事性的，但他的东西也都非常的贵，无敌贵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去找那间店，然后路上会经过一些小店。我真的觉得日本人会到了吗？对，哪里？这哪里？这里啊？这里吗？哦，迫不及待。刚说就到了 ，Visvi。那他有 coffee。那我们要进去逛吗？哎，他们正门在哪？那边吧。正门在那边。我一直在开着，我刚刚开在自言自语讲话。那我们现在走进去，哎，其实蛮多的啊，超过10件。Missing， 它的这个很可爱，哎，是陶，好像是陶瓷做的 logo。因为它的香氛吧。芝士饼，它里面超安静的，一点音乐都没有。那款式真的不多，一目了然。可以，我现在人到银座了，因为刚刚那个黑木川逛完了，想说来一个中目黑啊，中目黑木川，请问是哪里？没有，因为他刚刚有一条河叫黑木川，还是木黑川？黑木川是哪里？银座都是走一个很高档的路线吧？它就是台湾新义区的概念吗？对，还是更高端？新义区加永康街。新义区加永康街，就是高高级、高高级、最高级。这里感觉很多贵妇姐姐，每个都穿得很华丽，这样我刚刚看到好几个。在哪里？在排队，在排队啊！他们都穿得很华丽，在披一个，没有，他们披的，他们披的那个小披巾在肩上哎，他提着包包，那个爱马仕这样子的包。现在要去号称全世界最时髦的选品店，全世界最时髦的选品店，就是被他们选中，就表示你这个牌子一定是最屌的，就 Dream Market 啊。所以他们的陈列就有一只很大只的大象，哎，好嚣张哦！现在有看到大象吗？他的主理人是川久保玲，代表公司开的，他本人开的，对不对？应该算是他开的，他们公司。哦，好酷哦！我们开始逛了哦。
Coleco。妹妹，本来说第一组。嗨，我们逛完那个 Dolce Market 了。嗯，到期了。它最楼上那个是有点像是可以吃东西的地方，然后卖一些书籍这样子。啊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拍，是因为里面禁止拍摄这样。Uniqlo 有12楼。对，但 Uniqlo 隔壁的 Uniqlo 有12楼。他们是相同的。对，是相同的。但我想说 Uniqlo 可以做到12楼是为什么？其实我也蛮好奇的。这个算是也是超大件的。超大件的 Uniqlo。然后 Dolce Market 刚刚讲一下心得哈，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前几天有逛过伊斯丹百货了嘛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，其实应该说现在红的品牌就是红的品牌大同小异啦，就是那些看得到的东西。如果你假设百货公司你逛够多间，或者是选品店逛得够多了，那其实进来这间选品店，其实看的东西也都会差不多。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那个。每个针对品牌的部分，他有帮他做一个陈列的部分，对，然后艺术性蛮强的，然后我觉得是他的优势跟优点吧，嗯，对啊，那有机会可以来 Dolce Market 可以看一下，那我们继续往其他的地方走咯。好，银座也是蛮热闹的啊，对啊，然后银座啊，现在就是人超多的。然后我们逛起来的感觉很像在，就像它一栋一栋的精品比较多一点。啊，或者是说他觉得好像逛古着店挖宝的感觉更有趣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们去那里？那我们还是继续逛一下。那如果喜欢逛百货公司系列的人，是真的可以来银座看看；或喜欢买精品的人，喜欢买精品可以来银座看看。然后呢，就是步行者天国。步行者天国，哎，这个大马路上就是这个步行者天国，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时段内，它就是不让车就封街，然后就只让人走。啊，真的是哎。我看到，我拍到那个，哇，真的好多人在路上走哦。那你要步行看看吗？现在正在步了。我是想拍那个楼。Circle。他把步行者天国收掉了，准备不能在大马路上走路了，继续逛逛看。哎，好酷，还有跑车。那我们现在要先去其他区。哎，要去哪一区啊？青山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往青山那边移动喽。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搭这个什么叫什么银座线哦。对。然后这边超热的，它好像开了暖气的感觉，热到不行。好累哦，我觉得它楼梯真的是有够陡。然后霍星又想要逛巴黎世家了，他到世界各地都要过巴黎世家，我现在很喘嘞。
是一家一家的店，但有选品的，也有独立门市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某个小巷里头，我们现在去又一家选品店。其实我逛了有点腻耶，选品店。可是他楼下的陈列好像，因为他好像都大同小异，而且其实这边很多品牌店是不太能够拍的，所以其实我也是有点想要算了。这边的这家选品店很像那种就是，啊，我知道包包吧，你的包包。不用，没有，它很像那个，就是水泥感很，就是那种好像工业风，就是还在阴架在做，在拉皮的概念。看一下 ，Harvest 的 Immortal Store， 给你们看一下外观哦，其实蛮酷的啊。哎，毛辣妹店呢？就如果女生穿得好，我个人觉得应该会蛮有个性的。对，就是小红书网红。碳酸的风格蛮好看的啦，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。如果女生穿这样会觉得啊，她品味蛮好的。 Acne Studio 这家店超多人的，排队还都排队的人，就是他是有特卖会吗？不知道，他包好好无聊哦。他怎么这么多人？我们在路边摊看到，不是路边摊，我们在这个叫什么？路边的叫什么？对，在路边看到贩卖机，看到现在有在卖冰淇淋呢、欸。你要吃哪一个？我想吃坚果的。其实我也蛮想吃的、欸。那就买这个好像都不错。那我吃这个好了。啊，掉下来了！哇，我要吃这个。好小啊！对啊，好小啊！这个要200日币，200日币还是50块，其实差不多啦。我原本以为它掉下来，啊，它长这样。你的长怎样？那你要怎么吃？我要吃啊！啊，它垃圾掉哪？我要吃这个。这边。是吗？对啊。确定？哎、欸，咬住了。哎、欸，谁骗人啦？笑死！他没有垃圾桶吗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他贩卖机旁边怎么会没有垃圾桶这件事情啊？然后蛮好吃的哎、欸。不错啊。感觉会有葡萄。对，他是我是选有葡萄的。啊！紧张哦！我觉得我好像后悔买冰淇淋吃哎、欸。对啊，那垃圾包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来吃晚餐，然后我们要吃 Nigiri。Nigiri 听说很厉害的牛舌，烤牛舌。那要这个吗？要上去了吗？好，要。走。啊！我觉得日本的楼梯真的都好陡啊！啊，生意很好哎、欸，还在那帮我们订桌。其实我们在日本这一次都蛮幸运的，都没有等太久。对，嗯，有一次等了快半小时那个，最久第一天等最久而已。可以啊，也还好。脚酸。对，赖着，所以我那天腰超酸。不用啊，太好了。Thank you。看到一个很酷的叫放牧具，好像是打扫的。哇、哦，它扫地用具好漂亮哦！
多很漂亮的扫地用具。然后这好像是无印良品出的系列。台湾好像没看到这个系列哦。好像是他们的选物。是吗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牌子啊。哦，是木曲有选物店。有可能哦。那算啊，对，去楼上看看。扫把真的好可爱哦！大家看到 Kiss， 妈妈，这个呢？好可爱耶！这边很多玩具。那时候本来想买这双袜子，不想买啊。然后打过来发现它是 Made in Taiwan， 台湾的。对啊，因为它是 Kiss 的，它是 Made in Taiwan， 台湾是。台湾好像没有 Kiss 的。没有。对，一些店会有。好。那这比较像你。你想买啊？我觉得很特别，它。也是和服饰，这羽绒的啊。The Kiss 的熊，好可爱哦。Kiss 这面墙全都是球鞋，他选了很多球鞋进来，我觉得蛮帅的。Prada 这一季好像是那个摄影系列，咔嚓。我们现在在逛的这一栋叫做宫下公园，是涩谷，在涩谷。我们刚刚从哪边走过来涩谷啊？银座吗？不是银座啦。银座啊？没有啊，刚刚那哪是银座？哦不，那个。哪里啊？我们刚才从哪边走过来？上一个区域，上个区域。中路黑。对啊，你更扯。他更扯。你更扯，中路黑才是银座。银座啊，那个什么东西啦？中路黑不是银。三个字的啦，什么？什么木黑川啊？不是。什么啦？什么什么什么道？表参道。表参道啦，很夸张哎！我们哎、欸，年纪不最轻的人吗？脑子好差哦，好可怕哦！那可以拍吗？好像可以耶。这边好像拍照蛮好看，我们来拍个照好了。大吧。我们要走到最顶楼这边，宫下公园最顶楼，它就是一个空中公园的概念吗？对，走到哪？星巴克。
然后超多人坐在这里的，大家都在这边聊天啊，喝喝东西啊。大家很 chill 哎，还随地而坐，喝个啤酒的。那个是什么啊？沙滩排球场吗？是不是很像？里面真的是沙子哎。然后那里呢？灯好亮哦，在干嘛？我来看一下。滑板场。哦。这边是一个滑板场哎，那板地都可以来这边滑。哦，等等，后面的人。啊，可是他通往要怎么进去啊？后面没，快没开放。现在没什么人啦、啊。现在有一个人在里头，但也没在滑。要滑这种要很厉害。对啊，因为它感觉它是很有坡度坡形的那一种。现在我们要去 Spia Sky， 还在等电梯。你为什么很累感觉？每次出国都很累。为什么？很累啊，不累吗？想说来看个夜景 Spia Sky， 但现在门票售罄，它每天好像是限量的哦。所以在大陆要来，可能要先在台湾买好门票。我看 KK Days 好像有在卖门票，然后它的门票好像是7500跟6500，6500跟7000，对，6500跟7500。啊，可是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以前是，看不懂，我不太懂为什么会有6000跟7000。但无缘咯，那我们就先离开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，请给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下次见。